从头开始。左。右。三、二，电器好了吗？好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这次墙壁没事哎。左，三，右，二，一。他叫我吗？我来。厕所一下。好。哎，等一下啊、哦！用了18分钟到楼梯，前一个小时都在连线，哎，好，看到了。哎，嗯，不是这个吗？哇，哎。哎、欸，拍动是这个啊，会不会是它中间闪的其他的选项的？它不会闪三个选项？哇，怎样？怎么了？等一下啊、哦！哦，好好好好，不对啊，那不是这个啊，因为它闪三次，最后一次才是啊。哦，好，会不会是闪到前面的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还以为你又被房呆了呢。嗯，我被手机骗了。哦吼！第三关。好，抽个奖哈！我是不是直接设定所有用户就好了？反正我只要公布。对啊，嗯，我现在就所有用户了，好像没差。OK。用手机拍当然比较稳啊，当然，发的发。要等了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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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先把它干掉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摄影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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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不到哎、欸，找不到吗？嗯，找不到。对啊，人，是人走过有可能会看到的，人比较危险。啊，可以去弄了。哎、欸，我被门撞到。你叫太大声了吧？谁？这个死掉的人。啊！好，等一下我去控摄影机啊、哦。嗯，可以了。没有拍摄。那走。Go。好。干干。哇，没事。啊，震动了吗？他跑过来了吗？对啊，啊不，进洞了，进洞了，冲啊！哦，第八炮了，冲啊！冲啊！来啊！来啊！炮兵！冲啊！不行！好了，你 reloading， 你 reloading， 他枪都烧没力的啦。哈哈哈哈哈！用力点他，他总是我先死。我觉得那个走的还是你们设好了。哇，我们的脸皮都很厚。冲啊！冲啊！我们急着赶重新开一局啊，所以人家冲啊！我天啊，好想刷卡哦！
哦，那小游戏真好花时间。嗯，真的，最花的时间就是那小游戏啊。手机拖了300张照片，太多了。你要干脆用录影的吗？录影的不能往及时的往回滑。有，左，好了，三二一。右左三二一不可以连线是另外的，我们之后开始抢劫之后最花时间就是这个小游戏了。shit， 怎么了？完了，没看到最后的。哇！刚不要最后一个骗了。他最后跳了一下是吗？就是他，哎呦，我还记得哎，剩下一个机会 ，get。Oh, 警报喽、oh, ！Fuck！ 哦、oh, ，为什么是你月啊？为什么是我啦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那么衰啊？因为他又是我，他很贱，他是他会闪很多次嘛？他中间有一幅有一个东西，他闪了3次，然后就这个，我手就放开没拍到，就最后跳一次才正确的那一次。哇！贱，我脸皮最厚，哎，还是杰克来用好了。哦，好，我金鱼脑，我姐姐打完了。就用记得比较快，可是我记忆力就不好没，我记前面三个，后面三个就忘记了。我有点是，我不是记那位置哎，我说有时候是记图案，它变成什么图案之类的。不行，脑袋太差了。六，啊，我还没来，走啊。三二一，感觉那两个好像没什么无所谓哦。我走，好哟，三三一，哎，为什么？哪里、啊？尸体没看到了？哎、啊，哪里呀、啊？啊？尸体被发现了？在、啊、边那个吗？不会是他倒这样子，然后被摄影机照到吧？摄影机，嗯，这个啊，这个，我现在打这个，不会是因为他倒这样吧？好、哦，倒不好，啊，傻眼。
好像是哦，真的是那个倒这样子的关系吗？那个人倒在柜子上，他稍微高了一点，有可能就这样子被摄影机拍到。傻眼呢、欸，要等要死不死好看一点吗？奇怪。有。锁。三二一。哇，他是不是倒的有点高？再打他一下。你给我躺下去！你给我躺下去！哦，躺下去了。好，不躺着了。我走，好，我要三一，钱，他有钱吗？有，26块，好、哦，对嘛，是要死好看一点嘛，真是。刚那个没有被桌子挡住哦。真是哦，近视是不是？近视啊！看这么近，近视吗？到底对不对得到啦？看屁呀、啊！看屁呀、啊！开了。开了，你怎么还在看？哦，这样子。你在干嘛？这时候等一下，等他回来保险好了。好。等他走过去，他走过去。去点，走过去点，走过去啊！我被推开了。去去去！也给你杀、哦。咦、欸，他那个回来真的超快的。对吧、啊？从来没回来很快啊。可是要在那边杀，不然摄影机真的会那个。对。摄影机会被拍，会拍到他。嗯。这不能拖死啊！这摄影机有在动吗？摄影机有在动吗？摄影机没在动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真的没在动啊？为什么？那就好处理啦。那我就不管摄影机了。Go go go go！ 他怎么转过来了？哎，为什么摄影机在转了？突然就开始转了。稍微控一下，让人都过来吧。控了，其实不用控啊。过来，人过来就好，人过来就好。控太多会保险警形象哦。这会哦，会啊。我以为他是说打掉。他说摧毁太多哦，同 boss 使用电击枪或无人机电击时，瘫痪太多台。你为什么要面壁？这个墙壁还不错、啊，真的、哦，还有个角落。在撸墙壁，感觉我们在挖墙壁还是怎样？尸体还在动、欸，还是我看错了？我看到他尸体手还在举、欸，哎，反正这一段我应该也是会剪出来。啊？啊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哪里？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他上面写什么警报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这边写，我这边是写一句尸体被发现。好、哦，我解完了。这哪里的尸体被发现了、啊？
哪里尸体被发现、哦？他不能藏尸体。自杀吗？还是？哇！我在自杀了。啊！到底哪里啊？好扯啊！为什么？啊？哪一具尸体被发现啊？神奇！硬 A 是可以啦，就是想破一次看看那个无声无息到底是怎样。嗯。还是你们觉得，要么就直接闯过去了，都可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就是无声无息的到底下过，嗯，上一次就是太就直接搭电梯啊，太高调了，对啊，一进去就两个人，可是他到底为什么被发现的、啊？欸哟，左三二一，他是滚出去，啊，头在外面嘞，嗯，那个人头在外面嘞，没有问题吗？他不能抓人进来啊，烦死了，用枪把他打进去，进去了，进去有用吗？你进去。你有进去，我想想，好像有进去一点啊。只能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左边。好。三二一。哪里尸体被发现？神奇！到底哪个尸体啊？哪里有尸体会被发现？杀太多人就会触发，也还好吧。我们刚刚到那边也没有触发啊。对啊，人数跟他一样的呢。人数没有比较多啊。手机好滑吗？还不错。啊，开了。借我看一下，我也要看一下。安安，看一下嘛，看一下。我要看聊天室啦。好了。Go！他躺在这上面，那怎么样踢吗？躺在地上，我看躺在地上。好、好，滑下来。没关系，每个人看的不一样。好，我去控摄影机哦。嗯，好。其实，你要直接走进去吗？那就不控了，直接走了。看，好多人的，好多发、哦。好，我决定站在这里不动。干嘛？你有没有觉得后面痒痒的、啊？蛮痒。都插进去了，痒痒的有。啥回啊？给他叫高一点。嗯，别偷看呐。没事啦，不要去看后面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不要转头啦，看不到啦，开了，啊，
会有个人走走。嗯，这里有个人吧？嗯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是吧？尸体滚滚滚滚滚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尸体没有，还在一层，还在一层。这边有吗？就是这样。嗯，对面有摄影机。我看。下面那层有，下面那层有。对啊。音乐，你射吧，我这边你卡。没电到，好电到。有人补电，有人补电。走。就这里了吧？这里。我听到储存的声音，我好感动。要储存声音啊！我关掉了。哎，我们出去那边，出去那边直接可以解决外面两个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他们是互看的、啊，哎，你很不听话，讲话哎、欸，右边被干按的，左边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这应该都还算好好前行，嗯，有人来哦。直接打了，打！哎！小心，先避开摄影机哦，不要都避。现在有一个探照灯，对，那个灯到底是干嘛？里面的有个人，里面有个人。哦，他是瞎子，我记得他是瞎子，不用怕。啊，沙卡。哎，好了吗？嗯。三、二，快按的。不要往后退哦，不能往后退哦，不能动哦。又往前了，往前了，往前了。是不是过来了？过来了耶！终于。然后嘞，然后发现里面一排警察对拿着枪对着我们了，想不到吧 ？Surprise！ 这里监视器吗？没有，这里就只有一个那个而已，就是开始钻孔。我们是拿镭射还是拿一般的？镭射，哦，镭射。